但是我刚有点塌了，整个这么大它都有点包不住了，我们烙一下试试看。我们先来烙一个小的，再把这个也烙进去，看我的小馅饼烙的金黄金黄，这就差不多了。哈喽姐妹们，我要开吃了。这个是我在外面买的小薄馅饼，因为我们这儿卖的都是这种，看人家烙多漂亮。这是我烙的超级大厚饼，因为我想吃点馅儿多的。这种小薄馅饼嘛，它也很好吃，但是它就是，看，吃的太少，我这有点丑，丑是真的丑。但我想看馅儿多不多，我买。可能手太小了，我不太会包那个。转的那个旋馅包不住，